个那个你要往这边看的时候，等一下，我们你要哪个方向？先看到没有办法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对，这样看到。对对对，这样再往看看。对对对对对，眼睛好像一开始可以打一点。哈哈哈哈哈！是吗？对啊。然后边练。我偷看，然后开始。你在练什么？在练这个啊，跟小一样。伸懒腰，对。就是你先左看右看，然后我再左看。那你再做一次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这能直接脱下高跟鞋很厉害，因为很粘。啊，一定是有用指滑，对，没有，就是滑滑那种。好，那你就等一下就自己脱什么？在做利亚兔子。Dazzling 什么都没有，创意最多，钱最少。我们来看一下利亚本人，来介绍一下你的发型。发型是利亚的发型。哎，我们应该要买那个。我们78块要做这件裤子。我们应该买铝箔纸。做这件。大家给大家看一下。利亚兔，好不好？18块做一件。这个飘逸感我觉得可以哦。我介绍一下我们，来，设计师，我们的设计总监，第一个人。这个的理念，设计理念是什么？乌龙石。OK， 请去看一集《汪娜比》里面莉亚的造型，好不好？就是不是照那个走，是来纯手工打造。对，真的是纯手。这件39块成，39块打造一件完美的乌龙石裤来，再往下戴。我要等我们其他朋友来。39块成，真的是很厉害。如果里面穿白裤就完美了。不可能，一定会剪进去。我统一的，你一定会被剪进去。这是播音的话声。这个假发，你这样好漂亮哦。Am I beautiful? Everybody say me is beautiful. 哦，你在猜我，就会更多人来。小心。好，开始。超烂的，超烂。这个纸杯是很烂。好爽。3、2、1。差点瞎掉。3、2、1。再快乐。太快乐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来了。
是？里面很漂亮，你超漂亮，这里面。